今年一样是交换礼物，大概八个人左右。最输的人要干嘛？你讲。最输的人要吃饺皮。你知道我们今天工作了一天下来的饺皮到底会有多好吃吗？他对自己的礼物有没有信心？是啊，现在就是我们拿礼物的环节了。走开！什么？现在是唱名环节，来猜礼物时间。一号初恋，靠北啊！这什么东西？该用那个麦克风加耳机啊！二号收到什么呢？接下来是三号开礼，我是一个很小心眼的人，好可怕，有点不太妙哦。阿飞哦，3000块，好热色，然后热色不爽了。那是四号，就不是四号，果汁机，果汁机还可以，果汁机。果汁机再怎样也比那个咖啡欧还强啊！现在是五号初恋哦，这个感觉很神秘哦。哎，你要转过来啊，看不到。这个是什么？打他的，就是一个工装，一个品牌，这是一个工装礼。啊，哎，不错，不错，哎，桌游吗？桌游哎，哇，桌游你哎，桌游，你那个脸啊！玩过的桌游，等一下，是不是？玩过的桌游，你他妈发霉给我带，张开礼物，你当这是什么？两个拿回家干嘛？这是什么？一个琴呢？一个琴呢？来，一个琴，来 solo 一下。干嘛？大家都很有创意嘛！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圣诞节，他浪费钱买礼物。他的最烂是七 ，sorry， 我看到，然后第二烂是六，第三烂是三，他妈的，这个人绝对是假。不可以吃西，我不，他妈的太屁了！我还在担心是我会最后我会撕脚皮啊！我跟你男友差不多啊。OK， 最烂是一，第二烂是四，第三烂是六，只有两票。那可是黄伟彤的。好，第三张是最烂是三，第二烂是一，第三烂是七。好近哦，好近哦！这就是刺激的地方，这很刺激啊！最烂七号，第二烂六号，第三烂一号。真的，一个人输到三票。你跟讲同灯同分怎么办 ？PK 谢尔吗 ？PK 谢尔很嗨耶！第一烂是六，第二烂是四。第三烂是一，一杀一掉，唯一能够赢，唯一能够赢六的就一。然后所以现在选最好的是不是？最好的，没有没有，现在投票啊。
不用选啦、啊。床票吗？所以只有拿几套没。现在是要吃只有温度的饺子，所以我们是谁吃饺子？六号啊。六号是谁？六号是谁？陈明哲啊，陈明哲。我早就知道有这一天了，你知道吗？看到礼物是谁送的？你猜你也要吃啦！哎，你们到底知道这什么东西吗？ KTV 耶！啊？他手机放在上面，他的喇叭，我自己很想要哎、欸，超屌！是我送的。App 的毛毛，对 App 的毛毛撕脚皮了，一个一个剪啊，一个一个剪，对，一个一个剪。哎、欸，我有问题，脚皮是吗？我有问题，我连我自己的都要吃吗？吃，你他妈给我吃！我们已经准备了消毒酒精、指甲刀了。没搓到你，你在搓了吗？没有啊，你刚刚那边都有，那个是垃圾，你就吃垃圾，吃鲜活哦。你搓一搓给他，搓一搓。你光搓皮搓吃脚皮。不要太过分了。先拿先搓一搓脸。我有先啊，因为我每天都用。哎、欸，这指甲够恶心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我。我刚刚在想，我之前长鸡眼的时候。我要叫他一整年的脚皮侠。厚度一个指甲的。指甲撕不下去啊！他给你指甲。是吧？用我们脚这么豪迈的，直接拔了就有。那个水光让你没有。要剪死皮啊！剪死皮！小的，干你剪真的剪指甲哦！这多少？你剪太多了吧？干嘛呀？你干嘛？我在活大了。什么脚皮？我也没什么脚皮。OK， 好自己的。消毒吗？哎，那个酒精消毒一下。人生好难哦。答案怎么吃 ？Take 一下脚皮。让他给我在家自己尝尝。要什么力量呢？谁都刚好拿一罐那么可乐。我们这里有准备了吐司。不要说我不敬业啊！我把那个垢都把它抠出来，当老师。垢哦，垢统统给我下来。真文哦。看起来、啊、看起来无伤大雅，有没有？好像烤过的面包，它跟那个背景融合在一起，然后看不出来。我把它折起来，再对折。我把我对折，心情把你也对折。干嘛，抢戏啊？我再把它折，再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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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障碍的问题耶。对啊，停下去，停下去，脚皮，指甲。我一下不要打牙好吗？这个不要玩游戏要认真，他前一口是这样。来，大把手借给我，你们吃饭吗？我这个城市撑不下去，几句陪伴。为了毛毛就吃了一个小黄瓜。
啦。你知道我们今天工作了一天下来的巧皮到底会有多好吃吗？